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新雅奖学金的孩子就是来自于我们慈善关怀之下，让他们能够翻转他们的人生。新兴和气共修处戏剧点，在今年5月23号那一天呢，因为疫情，所以我们就暂停了长照的课程。那因为长照课程暂停，长者有的是他们都在家，我就天天打电话跟他们关爱，然后问好。终于到9月1号开课了，在10月14号这一天，我们举办了重阳节敬老活动，主要是要邀请长者呢睦心睦爱，共同为捐赠疫苗活动来欢喜的布施。我们为了让长者不要花很多钱，我们希望他们把家里的人家赠送的物品或换的物品新的东西就拿过来这边当做义卖。因为我都会跟长者讲，钱吼我们有捐出来是心意啊，钱真的我们老了，我们有时候都是需要那个小孩子来供养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紧爱的看看嘛开啦，唔好吼一直关出来啊呢。可是他们都好客气，很大气的就把它捐出来了。我真是感恩感恩，我没有多少，我是小孩的，红包给我，我就捐出去给那个疫苗。哦，谢谢，谢谢上帝，上帝，我每次看到那个世界有的时候灾难，死去人逃兵役。哦，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今天看到上帝，我眼泪都流出来了。感谢上帝，真的很感谢，谢谢上帝。你给我一个，我也给你一个。哦，上帝，谢谢上帝，谢谢。那我们这里还有，因为他们知道我要来这里，他们赶快把家里的那个竹筒全部都要请我拿过来，是我们长照长者，一定要给上人。看到人啊，真正是吼，感觉人会当成就一切。自在呢，就是人的用心啦，步步分寸行过来。感恩的代志吼是真多啦，尤其是这个疫苗，啊，师父实在是吼，真自不量力。我这世人啦，对人间啦，敢那会当讲吼，自不量力。但是呢，我有真恳切诚意的心，真恳切，就是爱要做啦，就是要做。不管什么人吼，都挡不住我，所以真诚恳，真急切。所以讲起来，啊，做都对啦。有家己想讲，我有钱也无钱，无管啦。真恳切，就是要做。所以呢，做都对啦。这是师父定啊，甲大家人讲吼。也唔过，咱都爱真真正正评估，评估对唔对，对的代志。真正做对啦，师父是用真细腻的心去评估。虽然讲把握当下做得对啦，不过伊是真正是真细心的分析过，唔免用偌多时间，就是清净无染的心。所以师父的心是。很细腻。平时我无有虾米款的要求，只是时常伫咧要求家己，要求家己呢，心爱真爱纯，很真纯的心态，所以心无污染。那想到虾米，感觉讲这需要做。所以真恳切，我都会真坚持做下去。其实师父这世人行过了足济啦，是经过了半世纪以上。开头呢，实在是步步真困难。
那当然啦，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啦。不过我家己会感觉讲吼，是非我家己爱担。啊，这真实的代志，都爱赶紧做，因为众生需要，咱都爱及时紧做。有是非，我家己爱担，吼，所以用真恳切。所以不管是这段时间走过来，多年这么多的困难，总算啊，这样也是算过去了。那现在面对到的呢，就是无量寿菩萨，常常讲过去了，两千多年前佛陀，他讲菩萨道，他出现人间，只有一个目的而已，要来教化众生，菩萨的法。那什么叫做菩萨的法呢？其实佛陀的时代，菩萨法也无法度推动。不过呢，那个理念是真正确，就是教导咱人人觉悟、觉悟、觉悟的幽静。咱即马大家人众生拢是幽静，尤其是人，人都爱觉悟。幽静就是所有的生命拢叫做幽静。贪心怕死啦，那贪乐吼，那会避迄个困难，这拢是幽静。不管是动物或者是人类，但是呢，咱人都爱加一个觉，觉悟，所以来教导咱吼，安怎觉悟？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对的代志，你来及时去做，因为佛陀一直跟咱讲无常啊，生命在呼吸间呐，人生呢实在是真无常，所以让咱了解讲无常的人生，把握时间，利用生命，因为呢人生无常，所以师父就是把握这几项代志啦。我也把这些话很恳切，真恳切啦，安尼呢，甲大家人讲，所以我定来讲哦，来不及无，即当阵呢，搁较恳切，啊，做未赴啊啦，是做未赴，啊是未赴做，这爱真赶紧，这就是需要时间。大家拢感情快乐，哈哈哈哈哈！啊，这拢要用起来，这拆开啦，这若无拄好，嘛会去拆掉。哦，对哦，对哦。哎，大手套啊，大手套的，赶紧啦，弄个大手套。感恩您，啊，感恩上人，这福分上。啊，所以一定要较较清洁，真感恩呐，感恩呐，放下大地吼，爱惜不多，真正是看的。很感动的，感恩大家，比较少哈。对啊，所以咱看，遐个物件，若无经过遮个菩萨发心，伫遐整理啦，遐是真正污染大地，埋啦伫涂骹，遐根本都无法度化掉去，烧啦。污染空气，欧白蛋啦，真正到处拢粪扫。你看咱发一个心啦，会当解决足多问题。但是大家人呢，爱真辛苦。但是呢，转一个心念是福啊，叫福叫福，大家人把这个福呢叫转来，这。造福真贵，啊！这，敢若讲咱伫遐做，搁较安怎做，就是有限，上重要的，就是爱教育。啊！你看环保站啦，遮经济，拉拉杂杂的物件，伫遐呢，
干干净净，这实在是吼，一切都是人为啦。人为世间吼，人甲人的中间，人有想要做什么代志，人甲人结合起来，咱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咱正思正知正见正念正义，咱拢总呢安尼个结合起来，是一个真实行正，这种真心实意啦，也咱真实真实的心吼，啊，真正的方向。所以讲起来，恁自在人啊，行入这条路呢，绝对无偏差去。这叫做现在普遍人间呐的菩萨道。